转变还蛮大的，因为当时去年拍的时候是比较小女孩的感觉，那这次就有点登大郎，就有点小女人，对，变成小女人，有点性感的。SHE 的那个男的，就喜欢他们自然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有各有各的特质跟特性，那让大家觉得。我其实华人团体里面也是 SHE， 其实韩国团体里面算来，其实没有女子团体做十年以上的那么就是长寿的那样子。我吗？对啊，这个问题太难了吧？就可能要交往是缘分，那可能要结婚的话是明星。因为明星会做饭，好现实哦耶！你只会煮泡面，我可能真的还蛮全都要耶。对，我是贪心。其实他私底下也还蛮女人的，就是对他只是穿着有一点。他不认识我。哎呦，他比较会整理。我很担心，对。做饭，没有，她很可爱啊，就有时候很就比较小女孩，没可能我没办法跟你结婚哎。哦，好吧，那我跟玉芬结婚好了。我是男生的话，来段才艺我看看。其实米晴私底下她虽然她打扮是浪漫，但是她其实蛮 man 的。